拍照的时候想说，这界太美，怎么这么美？在后面看车一拍照，觉得好美。先旋转一圈好了，一定要旋转，美，这真的很美，它的质感真的超级好，格纹超可爱，你看。它的格纹，我觉得它把它坐在就是你知道沙的底下，看起来就是有点衬微微的衬出来的感觉，不会太明显，所以我觉得看起来超级梦幻，而且很好搭，因为格纹不会觉得太突兀，所以我觉得超好看。然后它把它做成就是这样子拼接的感觉，超级美，就是做这种拼接感。而且其实像这种拼接感，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说你一定要转到哪一面穿的，这好像随意。因为我刚在旁边看，我发现好像怎么转都很好看。它虽然这边旁边有一条车线，但不明显，但是不明显，所以你想要把裙子随意，你想要把格子放哪边都可以。哦，拼接，对，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再一层纱在外面这样。没有，里面还层内里耶。哦，还有内，所以它是三层，而且内里是超弹性，弹弹的那种。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它穿起来完全你不会有那种纱碰到身体的感觉，因为纱是在最外层，对，所以很舒服。它是这种很舒服的这种宽松的腰头的设计，而且它不是那种另外包一层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怕翻转。这个弹性的话超级好，弹性非常好，可以穿到 XL，XL 可以。你看我两只手掌，它还有绰绰有余。